嘉义最近频频出现浓雾，一位摄影师就特别在著名地标蒜头大桥附近守了六天，终于在一号上午7:30顺利捕捉到了蒜头大桥被云雾环绕的画面，绝美景色媲美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。从空中鸟看，一座大桥矗立在云雾之间，阳光斜照之下，画面更显飘渺。这幅美丽景象就出现在嘉义。脱去云雾面纱，它是嘉义知名的蒜头大桥，是嘉义县最高的地景新地标。近期嘉义的天空频频出现浓雾，就有摄影师看准了平地云海和大桥交织的美景，找了个好地点，苦守六天，一号早上7:30，终于顺利捕捉到经典画面。早上起浓雾之后，必须太阳又瞬间出来那一刹那，拍这种的当下只有短短的5分钟或者是3分钟。这个时段拍得到，很漂亮啊！平地的话很少会看见有云雾，然后也有斜张桥这种东西。蒜头大桥是嘉义县第一座景观斜张桥，配合故宫南院意象，采用人气国宝青花瓷的瓶口线条设计，也是连接六角与埔子的重要通道。6号就要正式通车。这次捕捉到的绝美景色，让人直呼媲美美国雾中金门大桥。不用搭飞机出国，在嘉义就能欣赏这难得一见的美景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。